国土利用监测整合。国土利用监测是利用不同时期的卫星影像，找出地表变化且疑似违规使用点位，辅助各机关办理土地违规查报工作。自103年度起，整合营建署、水土保持局及水利署监测计划，提高监测频率，由3到4个月提升至每2个月一次，并开发监测整合通报查报系统及 APP， 大幅提升违规查报成效。